聪明如你，下棋落入死局，最好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假戏真做，他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闭嘴。缘聚缘散本是寻常，又何必如此纠缠？真是天真。这山川火海才是你的天地，可你非得将自己困在汉京这座牢笼里。你懂什么？真是疯了！有我在，正义谁敢动他？不是秦发与万象，哪个更痛？谋逆者，妄言者，不敬者，杀无赦。你喜欢也好，讨厌也罢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你让我舍弃的是你的性命啊！能走进这盘棋局的，能有几个是良善之人？我想办法带你出去。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只是在利用你。你有没有骗我？我想要的是你平安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执棋者不可以反悔，至于棋怎么想，顺则为棋，逆则为敌。开局的谁输谁赢还说不定。贪欲深重似无底深渊，自然填不满。人有七情六欲，欲求不得才会觉得苦。教我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真实之物。别怕，以后我保护你。保护我？